欢迎来到 Moon TV 新闻频道，我是裴兰英，这是今天的主要新闻。全明星四还有小巨蛋赛吗？制作单位发声了，背后关键谱。全明星运动会第四季正在热播，有网友开始热议上一季播到这时候通常都已经开始宣传小巨蛋比赛，如今节目却仍静悄悄，网友纷纷好奇，是因为没档期了吗？还是因为这届选手知名度不够，甚至猜测这次是不是不办小巨蛋赛了。全明星上一季的季中赛今年初才刚登上台北小巨蛋热血开战，当时红蓝两队成员较劲四项赛事，分别为巧固球、躲避球、射箭及拔河，不少一二季学长姐都有来观战，包含小刀、林静伦、小春、叶柔中、潘君伦、席维伦、吴欣提都有来，门票也卖到一扫而空。如今第四季已播到第八周赛事，网友开始敲碗何时可以去小巨蛋观赛。对此，记者求证制作单位好看娱乐副总王珍妮则回应，还在想，目前还没确定。感谢您收看 Moon TV 新闻频道，记得点赞、分享和关注，每天更新最新消息。在评论部分，让我知道你的想法。